我是世界上无法靠近的例外，而你却是唯一的意外，爱得无法自拔。进来。顾总，什么事儿啊？在看书啊，好辛苦啊！我给你准备了点宵夜，要不要吃？我在看书，不想把手弄脏。我给你剥。顾总，请。你手干净吗？我擦。顾总，请。这也太酸了吧！酸啊，那吃饼干或者喝点酸奶就不酸了。你就这么想去找你大师兄啊？你就给我批假吧，我保证，我回来后一定加倍工作。不批。行，算你狠，万恶的资本家。我说了不让你去了吗？你让我去啊？因为我也要去啊，所以你不能算是放假。你去干什么？我去散心啊，在这待这么久多无聊啊。你不就去参加个签售会吗？参加个签售会带这么多东西干嘛？这个我还带了一个1米9的电灯泡呢。你就感激我吧，我让你带薪休假，你要再抱怨，我就把你欠钱的视频给你大师兄看。啊！别！哎！那我在这儿等一下。那我还想去上次那家粥。好了，叫你啊。是看上。没想到顾总也来了，不介意吧？帮我拿一笼。好嘞，还挺好看的。帮我多加醋。好。还有。你这不是放假，是陪我去散心，知道吗？一切还要以老板为主，能不能做到？可以做到。你诚恳点。可以做到，顾总。你看着我说。可以做到，顾总。嗯，我们先上车吧。好。静静，你跟顾总坐后面聊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大师兄，你还有工作，我坐副驾驶就行，你坐后排好好休息。我来吧。我是世界上无法靠近的例外，而你却是唯一的意外，爱得无法自拔，想跟你浪迹天涯，相信我这是真心话。在你眼前才是我最真的姿态，什么都